在想要去便利商店买。我动最近的状况都不是很好。塞的那个东西在这，拿一个塞过去。这几天一直没戴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几天耳朵的状况不是很好，就不想戴。这个戴星星好了。消毒。耳洞这种东西就是，哦，他去哪了？我那个酸的那个扣不见了，气死了呀！他去哪了？为什么？他不见了，他真的不见了，他就这样子滚走了。我再也不用戴耳环了。稍等，我要去找我的那个，不能不见。它掉到下面了，看不见。我找我的手电筒。我有，它就已经掉了。请稍等，这什么鬼广告？等一下，播一下米津玄师，大家先听一下。我要去找我的东西。去哪了？请现身。不行，而且我今天晚上想吸地板。我已经放弃了，放弃，播完再说。烦的不行。我真的只有这个东西了，所以我要全部一个重，我全部重买。我都贴到地板了，妈的！是真的没有，是的，我是鬼遮眼，是他直接不见了。这该滚去哪儿啊？地板都没了，疯了！烂东西。没有地板精灵这种东西啦，房间那么乱，他才滚到前面去啊！没有，人生很难。这穿不过去，耳朵烂掉这些。
先用一个细的，先穿过它，再。嗯，穿不过去。明明这个都扩张过一次了，然后还穿不过去。哇、哦，穿过去了，太好了。我应该是买多一点新耳环，但不见得才能够马上找到代替它的。我第三个洞合起来，谢天谢地，回归一耳两洞的人生。对啊，右耳的第三个洞还在吗？哎、欸，还在。呀、yeah, ！突破它！哎、欸，它后面合起来了，可是我不敢穿过去，好痛、喔、再去给那个穿环的大哥弄好了。就是第三个洞剩半个洞了，好可怕。那别人耳朵鸡皮疙瘩，为什么要鸡皮疙瘩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鸡皮疙瘩？为什么？什么 feel？ 剪短没有？卷的比较上面。我今天有点，它有点 Q 起来，空气比较潮湿吧。可是我有把它修齐啊！我今天有拿小剪刀修一下刘海，把它修齐。Hello， 好烦啊！这样又在花钱，还是我应该学日本人，就是自己打。很多日本女生听说都是自己打耳洞，就是他们会去买。其实穿耳洞也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，只是有没有勇气而已。OK。戴好，只是耳朵现在有点红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会，因为我刚刚手一直在搓耳朵，所以它就会有点红红的。我把这个拿掉，这不好看。戴圆形，戴小一点。忘了消毒。其实不穿耳洞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市面上还是有很多夹式的耳环之类的，就是这些都还是可以穿的、啊。可是我会想要穿洞，是因为我本来就小时候就有打耳洞，就是那时候国小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有，就是那么流行夹式耳环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打耳洞，打一个耳洞而已。然后妈妈带我去打的，因为我一直吵她说我想打耳洞，结果。打完之后，而且其实也有一些耳环是夹式耳环做不到的，就是像环之类的，就是那种一圈的那种环，就是夹式耳环很难做到。夹式耳环其实很明显，就是你近看的话会看得到一块塑胶在那边。好，右边感觉真的有点受伤。没有，我会想要穿耳洞，那时候真的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有三个表姐，然后。我们家都是女生，我们家很多女生，然后我是家里女生最小的，就是我是最小的妹妹，然后我上面有三个姐姐，三个表姐，所以我
从小就跟他们一起长大，然后他们就是很走在流行尖端的那种女生，在班上，在他们的社交圈，所以他们从小就是我就是一直看着他们怎么穿搭，我就怎么穿，然后是现在我自己的风格。可是小时候真的都就是他们穿什么不要衣服，我都会拿回家穿，然后也会想跟他们一起出去玩。然后他们就那时候就很流行穿耳洞，他们家就三个女生都穿了耳洞，然后我看到我就很羡慕，重点是他们一直跟我炫耀，然后我就很想穿，我就一直吵我妈说就是想穿耳洞，然后一直吵了很久，我妈就决定好，那就带你去穿，然后就真的带我去穿。结果要去穿的前一刹那，我就有点后悔了，因为看到前面的人是用枪这样穿过去，就觉得好可怕。然后我妈就说：“不行，我已经把你带到这，你都已经吵我那么久，你今天不穿完就不要给我回家。”然后我就去打了人生第一个耳洞，这就是我打耳洞的故事。然后我打完，那时候当下超害怕，可是打完回家就很开心，然后就一直拍照，然后一直拍照给姐姐他们炫耀，然后姐姐他们都已经不知道打第二个还第几个。然后第一次打耳洞是用枪穿，就是噗噗那样子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很痛，枪比手还痛，手比较不会痛，讲真的。大家都会觉得手穿，因为手穿比较鼓掌。我觉得因为以前听说我妈那个年代手穿耳洞是真的，就是真的用手然后拿耳环。哦，谢谢 Jack 的剪刀手布，谢谢。是不是今天还有一个人也有送剪刀手布？我刚刚没有看到，不好意思。那去哪里看？划不到。那这个人自己跟我跳出来跟我说啊，我是再重新谢谢一下。然后以前的手穿好像就是耳环，然后磨尖，然后直接用手给你这样嘟过去，那个就会很痛。可是我的手穿是他拿那个医疗用针头嘛，因为医疗用针头就是比较锋利一点，然后就跟打针刺进去也不会痛啊。打针通常痛都是因为把液体输进去那个时候会痛，然后可是通常嘟进去的时候都不太会痛，因为就是针头就是很锐利，就是它有处理过吧，所以针头都很锐利，所以穿过皮肤比较不会有痛觉。那那个原理就这样，所以就是手穿，如果他们是用医疗针头帮你穿，就比枪打还不会痛，因为枪打就是瞬间射过去，所以比较不会痛。可是其实枪打完会很有后劲，那个后劲会很不舒服，就是它很就是啪打进去就会耳朵会很热。而且很大声，那个声音很恐怖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比较喜欢手穿。我觉得枪穿很可怕，因为枪穿会有那个声音。对，就是打针，它穿过去，而且比较方便是它打过去，然后它打过去以后不是针头就是穿过，不是它那个针头过去不就在那边，然后它就只要把耳环，就是它会把针头剪掉，然后就是会有一个针头在耳朵上面，然后它会把耳环就是放进去那个针头里面，然后它就把针头慢慢的就是拉出来，那也完全不会痛。然后拉出来后，耳环就刚好进去了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不会痛。如果是针头穿的话，我觉得穿耳洞真的要看他穿的准不准。就是有些人穿耳洞打很歪，像我之前去一间店打，然后他就把我的耳洞，就是我的第三个洞，其实他合起来我还觉得蛮，就是蛮正好的，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满意第三个洞，尤其是就是右耳第三个洞的位置，就是他直接给我打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耳垂快要裂开了，就是他很靠边边。他很靠边边，对，然后他就是每次帮我穿的时候，他都会拿出新的针头给我检查，他是全新的，然后让我亲自拆开他，然后他再拿那个针头帮我穿，就是他要保证，他会跟客人保证，就是每一个针头都是全新的。穿耳洞其实不会很可怕，我觉得你穿的第一次就会上瘾，就是第一次穿耳洞就会觉得很可怕，这个很正常，就是很正常。可是其实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我打针打了很多年，我还是很害怕。我真的，我到现在还不是很喜欢打针。继续听歌，然后，对啊，就是耳垂它打得太旁边了吧，所以耳垂会裂开，好可怕、啊。我最近有打耳骨的，只不过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打耳骨，今年还是去年。谢谢阿正的肉粽悄悄，谢谢。就是我第一次去打耳骨的时候也会很害怕，然后那时候萌萌就跟我说不会痛。妈妈陪我去，还有韩寒跟李佳丽，好像喊面面，人也太多了吧。反正他们就陪我去，然后妈妈就跟我说，保证根本不会痛，不会痛这样子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那个大哥就拿出，那个阿伯就拿出了一个比平常还要粗，不知道三倍的针吗？
然后就说好来穿耳骨吧，然后我想说哇那个针也太粗了吧，然后我就有点怂掉，然后妈妈就是说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，然后我就坐在那边想说我都已经坐在这了，我一定要打完再回家。他然后就他穿过去，然后就喊一直在旁边叫，喊就是说好痛啊好痛，他没打过来，然后他在旁边讲很痛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。哎，为什么冷气不冷？等一下哦，很烦，我冷气要会坏掉。然后，可是我有点后悔打耳骨，就是因为我花了两个月才好，就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现在完全愈合，不然之前一直在发炎，然后一直留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因为我这样讲挺恶心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因为之前要一直跳 mini concert， 然后要一直练舞，所以会一直流汗，然后流汗就会感染耳朵，就会发炎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，不然我都没有去游泳，没有去干嘛。对啊，到底谁打得动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他们就很喜欢在那边闹说好痛啊，好痛啊，然后就害我真的觉得很痛，一群损友。牙真的心之冠，谢谢。我刚刚回猜了两次，就都输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全不是全，我们不是全王，就是不好意思哦。喝个水，我今天很健康，我今天喝水，我终于摆脱春芽冷露了。我的手竟然比输了，再一次。然后说不，哦，谢谢阿正的，然后说不，谢谢。还有谢谢阿当子，然后说不，谢谢，谢谢阿正。不，我这有赢耶，看有没赢。我要加油，有赢了，平手，平手，平手。我看阿正也太有默契了，一直平手。我上一次按完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我看按的时候你们看得到吗？我今天运气比较不好，不好意思。所以他胜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到那个结果啊？我还是有点看不太懂。对不对？要赢才有用，我就知道。这种游戏真难。谢谢摩根的剪刀手，不谢谢，谢谢。胜场会影响，那么只有胜场会影响，数量是影响 MVP 的样子。平手等于输，哦对啊，平手就根本就是输嘛。你现在这样讲，我真的觉得平手很烂哎。对，平手真的跟输一样。平手没有加到分，平手连个 0.5 分也不给加一下，难过。那我不知道他出那个平手高哦，可是本来剪刀手不就有平手，所以也不能讲什么。真的是很心累，心累。但还是谢谢各位热情支持，所以播到现在是比较中间中段班的名次，还蛮开心的，谢谢。也是，是不是因为我的猜拳运太差，我的隐形眼镜是跑偏，我的猜拳运比较差一点，所以就会，天哪！欸，我按到大家头贴，然后那个头贴就会无限放大，超好笑，然后有个糊的。对啊，平手两次也给我算一次赢吧，太过分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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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在听这首，这首歌很好听，最近在抖音上面听到的，它叫做好不会念，超有的，哎，这首歌很好听，这是抖音上听到的，对，它叫西卡巴尼子。抖音上面听到，我最近很喜欢滑抖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因为最近关账开嘛。然后我之前因为滴滴，我也有开一个账号，然后就是我就最近开始迷上滑抖音，然后我一直在看一些小宝宝影片，然后我就一直按赞，所以小宝宝影片就一直出现在推荐的那个项目里面。我很喜欢看小宝宝影片，因为我很喜欢小宝宝。我看有什么好笑可以给你们看，可以这样子给你们看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我觉得很好笑，这很多都很迷因。好笑。没有吧，这个真的很好笑。他妈妈跟他玩特效。很好笑。还有一个。这个也很好笑。就是个小朋友在庆生。这个很恐怖，你要看到后面。这个超级好笑，这个我跟成员传了一遍，然后他们都觉得这个超级好笑。其实那个小朋友也太恐怖了吧，那个小朋友就砰砰砰，就很像恰吉跑出来。然后还有这个很可爱，这个小孩会做料理，超可爱。他在抖音上面很有名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当然不是只有做这个料理，他还有做别的。你找一下。哇，真的很可爱。你们嗨一点的。找他们嗨一点的影片，这个看起来嗨，哇，超嗨！真的很可爱。还有一个他吃冰淇淋的影片，他找一下。这个天啊，太可爱了。好可爱，真的还蛮喜欢小孩子的，其实。那个少年，我好像没有看过那个，我相信缘分会带我看到那个动画的。我还常常会按就是成员的贴文赞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，他们就出现在我的推荐里面。我常常滑滑滑听 TP， 因为我一直按赞。某某的出来了，真的，好笑。啊，不想看这种狗粮的。
没有，我在滑抖音，我要滑一个小时。我每次滑抖音一定会滑一个小时以上，我要赶快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我最近爱上抖音，我以前对抖音超级没有兴趣，然后我现在越来越，就是直接变成抖音人。我是抖音人，抖音王。哎，音乐没？哎，我现在分两只手机，一只手机开直播，一只手机来滑抖音，太开心了。我可以滑一个小时，认真。我现在我不是很爱拍抖音，其实，可是我很喜欢看人家拍，所以我看成员的抖音，我也会看很久。我把所有成员的抖音都看一次。我滑大家限动都没有那么勤劳，就有谁 po 抖音，就官方间 po 谁抖音，我都看谁的。喜欢 Blackpink 的这首歌，因为很多人一直翻跳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笑。耶、yeah! ！刘瑞婷密我，赶快回。谢谢 Nick 送的平手，可恶。我竟然没有赢，对不起哦。我直播中，回一下。先唱的，好听哎！谢谢翩翩的枫叶。对啊，现在大家都要这样走路。刚想打喷嚏，所以必须远离一下镜头。救命！单曲循环，打喷嚏。巴拉巴巴巴拉巴巴，巴巴巴巴巴巴，巴巴巴巴巴，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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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才听第一天，我就会唱进去。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哦，不好意思。谢谢小雨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 Nick 剪刀石头布，谢谢。嗯，没上，没上的状态，谢谢大家，是吗？啊，加油，我们一定要赢！平手，平手，平手，怎么一直平手？这个系统真的不太喜欢我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好，开始运气来了，赢了，输了，我们三个赢。啊，我有点过敏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胜率不太高，所以导致我们的分数一直都蛮低的。我们再赢两次就可以超过小三美玲了，美玲我来了。
谢谢小雨的心之冠，我刚刚把他离开镜头去抽卫生纸，因为想擤鼻涕。不好意思，直播架压住卫生纸了，离开镜头一下。擤不出来，不明的痛苦，擤不出来。你今天的胜率必须加油，因为我的，可是我明天没有直播。我看一下下次直播，下次直播是礼拜二，礼拜晚上九点。喵喵喵。啊，天哪，我的鼻子。开始习惯看，谢谢小雨的画质精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三成左右，那我是正常吗？我现在也是大概三成左右。哦，这是明天指以后的意思 ，OK。了解了，我没有 get 到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所以你们这边也看到你自己丢的结果。其实平手就跟输没两样。引用一下刚刚那个不知道谁的名言，是小雨吗？还是国树忘了？还是小千？应该是小千，忘记了。我也觉得他的胜率应该是有写好，不然太难了吧？万一运气很好的，可是这个游戏泰拳大会本来是在讲求运气的。所以这个虽然是氪金比赛，可是其实一方面来说也是蛮讲求运气的。天啊，说到氪金，就是必须讲一下难过的事情，就是我很喜欢玩一个手游叫做《偶像梦幻祭》。然后我高一的时候，他刚好创服，还是对我高一左右，2016年的时候，高一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刚创服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喜欢玩，然后就氪了蛮多金在里面的，真的就是我毕生积蓄都砸在里面了，然后解锁了不少卡片跟故事，然后在上周我接收到了他要停止营运的消息了，我这个傻眼，对。然后下面一堆人在下面敲碗，离线版，离线版，请给离线版。我觉得不会有，拜拜，投资再见。三年多的投资再见了，三四年的投资，拜拜。哎，我那时候还在打工，然后把很多积蓄就砸在里面，真的气死了。希望 Love Live 不要官服 ，Love Live 官服我真的会吐血，我真的会原地往生，我直接原地蒸发，散成一滩灰烬这样子，因为 Love Life 我花的心血远比我想象的还多，我已经忘记了数字，我也不敢去看。就是 Love Life 有让我猖狂到，就是我到现在还会执着想去抽哪个卡片，然后跑去抽它，然后还要花钱。我真的觉得不要再氪金，大家真的就是如果还没有很。玩游戏真的不要氪金，玩手机游戏不要氪金，浪费什么没关系。可是玩手游不要氪金，因为手游真的很容易会消失。但其实也不能这样讲，可是我还是会想要氪金，因为其实手游那些卡片跟故事都是无可取代的，就是你从别人的手机里面看到它，跟从自己的手机里面看到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对啊。好像不能这样讲，因为感觉我明天开始会继续氪某一款游戏。至少我们曾经拥有，我们就是购买了这段记忆，就是曾经与这个游戏共度的这段过往这样子。我的青春是美好的，因为有这款游戏。虽然游戏其实蛮难玩的，尤其是那台版真的不是很好玩。台版会完全是因为。就是故事有翻译，不然我一直都是日版咖，就是我一直都是很喜欢玩国际版跟日版的。
现在都玩日版啊，就是练习我的日文。没有什么东西永远拥有的，友情也是啊，就总有一天晚上有可能会被背叛，在背叛之前先去背叛对方，没有，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？这是某一段动画里面的名言。我记得动画那时候看了一个动漫，然后他讲说，就有一个很阴沉的角色，然后他跟别人讲说，反正友情这种东西就是总有一天都会被背叛的嘛，那在被背叛之前你先去背叛对方。他就讲这句话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蛮有道理的。Steam 还好，因为 Steam 是买游戏啊，就是其实我觉得线上买游戏还好，因为你买游戏，买实体的游戏跟线上游戏其实意思都差不多，反正能玩就好。而且线上的游戏我要讲什么？哦，线上游戏跟实体游戏都一样，就是而且线上游戏还不会就是浪费地球资源之类的，因为没有盒子，也没有光碟片。国术吐槽的好，背叛真的不可取，不要背叛朋友。你今天鼻影打得还不错。背叛朋友不会有什么报应啊，因为其实报应这种东西也不一定会有轮，我也不太相信轮回这种事情。什么因果轮回啊之类的，我觉得不会有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就是运气，运气好他就被报应了，然后运气不好他就没事情了。有人说可能一年都没 LL88， 对，那个真的很快就没了，我有点吓到，可是我还觉得蛮好玩的。其实我喜欢买实体游戏是因为有那个吧，有那个特点，有特点可以玩，有特点可以那个可以拿，像很多游戏就是你手刷买的话就可以，就会送周边，然后就蛮喜欢的。像之前买钢弹的，它就是送水壶。看一下别的歌可以听。你弟笑太猖狂了吧？我发现就是钢弹的特点都还蛮不错，就是蛮实用的东西，而且那个 logo 也不会太尴尬，还是因为钢弹已经是一个蛮普及的东西，所以不管印在什么上面都不会很尴尬。比如说我之前买初音的游戏，然后他送你一个初音的保温壶，然后上面印他的大脸，这样就是谁敢带出门呢、啊？然后就是钢弹的大脸印在上面就还好，就 OK 啊，就是拿就出门也不会有人讲什么。我妈还会拿来当睡觉用的水壶，我妈把我那个保温杯拿去当她的睡觉用的水壶。在 GTA 不知道有很多功能，就是一盒有两片，然后一个是安装，然后一个就是运那个运作的那个 CD DVD。背叛别人就会一直疑神，因为别人会背叛。我觉得，哎，跟你讲。到一个年纪就会，就以前小时候可能就是被朋友背叛，就会在那边哭死去活来，就觉得哦天都塌下来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会觉得就是被背叛，会觉得就是疏远就好，就是反正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什么人都有，所以就多爱自己一点，不要那么在乎跟你对你不好的人。对，钢弹不是机器人，是机器人不是人脸。但是喜欢钢弹，感觉好像被人家说很酷之类，然后喜欢初音就被人家抢。可是我很喜欢初音，所以我会坚守对初音的这份爱。谢谢，我爱初音。按摩到了脸部。
欸，你有注意到我最近有胖吗？我最近有胖很多哎，可是好像没有很明显，还是因为直播的滤镜。我很意外，还好就是。还有什么事？哦，不然召唤到 Siri 的事情。就是我很意外，就是我因为这次握手会戴口罩，所以我就应该没有很明显我的脸颊肉，可是我会把它瘦下来的，谢谢。我个人坚持，我个人对自己的身材最近就是有个人的小坚持。之前太没有坚持，然后现在需要有坚持，谢谢。没有放胖，粉丝滤镜，谢谢各位，就是需要这种话，然后我就会开始继续吃，没有啊。快乐，要让自己快乐减肥。谢谢各位，非常的感谢各位。艺人的平衡尺跟那个普通的都不会，像我不是偶像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胖，可是当偶像以后就开始到处觉得自己总是那边那么胖，这边那么胖，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衣服要穿，就会想要好看一点。Yes， 有没有什么？我也笑死。可是某某颜值撑腰，羡慕某某的颜值很高。谢谢阿镇的花枝精粹，谢谢。会比较是会，其实还好，大家比较常跟自己。以前的自己比较，所以我就很喜欢拿我去年很瘦的照片给大家，一直讲说你看我去年多瘦，然后他们就说啊现在，按到，因为默默的脸很好看啊，超级厉害。二代宣传上面，二代宣传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胖回来了，应该是二代。我刚才进二代选拔那时候就开始要二代宣传期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宣传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往原本的体重回去了。我的身材巅峰型是三月，2019年三月，极瘦，那时候极瘦。打着，我想要有个健康体态，就是体脂低一点，然后肌肉可以多一点，然后就是看起来很健康、很均匀的身材。我不想要太瘦竹竿。我觉得最近都那么忙，应该会比较瘦吧？希望，耶、yeah.。那时候就是有段时间大家都很拼死拼活的在流行减肥，然后就是瘦下来大家就会进入那个有点成瘾嘛，大家减肥成瘾，就是瘦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很好，然后就一直减一直减。瘦子在瘦中枪，小青因为他很瘦竹竿嘛。就是我很怕那种一吹风就倒这样。嗯，我在健身的朋友跟我说，就是可以，因为我有个朋友，然后他是高中的时候，然后他高中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胖的人，然后他那时候就比较少在打扮他自己，然后他最近就是今年开始他就减肥，然后他已经减了十几公斤了，就是半年他已经减了十几公斤，快二十公斤，然后他整个人就是已经脸完全不一样。就我之前都看网络上面就是那种减肥案例啊，我就觉得就是哇很厉害。就我是身边这样的朋友，他现在就是每天吃就是高蛋白，然后他就重训，然后他就是会少糖少油脂，
然后不吃这种不健康的东西，不喝饮料，然后就多喝水，然后多运动，吃健康食品，然后他就会就吃健康的食物，然后他就会越来越瘦，然后他就瘦很多。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厉害，就是毅力，毅力的部分。我们太瘦吗？还好吧。品涵跟 Mina 才叫太瘦吧。我觉得最班不是班上，团里最瘦的就是曾诗雨，然后 Mina， 然后品涵，他们三个太瘦，他们两个真的太瘦，你们可以跟他们说，他们完全不用。还有吴婉玲也很瘦，他们都很瘦，到底为什么？到底怎么那么瘦的？来看老师跳舞，我觉得很好。他们那么瘦，很小一只，就是感觉很小只，整个人的体积很小。因为我国小很常游泳，所以我的肩膀很宽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原因，就是我的肩膀很宽，我还蛮，就是我的肩膀是直角肩，因为通常女生肩膀不是比较垮一点嘛，然后我的肩膀就是很挺，就是直角的。然后我肩块蛮宽的，然后小时候就会蛮在意，因为班上女生都肩膀窄窄的，然后就小小，只有就我跟几个游泳的人，然后就会肩膀很宽，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人生很难。因为穿衣那时候穿衣服小，现在还好，因为现在没有游泳。那时候小学游很凶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自己肩膀很宽，然后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每一周都去游泳，就是除了去学校游泳课以外，就是还会去那种游泳池还是那种水上乐园直接报到。对，可是我现在也没有不喜欢，因为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，就是自己的各个样，就是自己的样貌，还是声音，还是肩膀，喜欢自己的肩膀，好好笑。就觉得长大就觉得就是自己个人的美特色。我的音乐去哪？肩膀太溜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就跟肩膀太挺一样，直接变橄榄球人。我直接不用垫肩，我就可以去打橄榄球，谢谢。我直接当橄榄球员。谢谢阿森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。拆起来。唱错，我没有听过。Yes， 厉害。好啊，开始夜，然后就会尴尬。哦，有，波乐赢了。耶，谢谢。谢谢各位。猜拳热身赛，
看球没有护具，我说垫肩啊，他不是橄榄球员的垫肩都很，肩膀都很宽，因为他们有垫肩。欸、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练自，我以前也很喜欢骑自行车，就是国中的时候，就国中，因为国中还不能骑机车，所以就不管去哪一个，只要叫坐，因为我也不喜欢，我是一个不喜欢坐捷运跟公车，就是大众运输交通都不喜欢坐，然后我就会去哪，比如说不管是多远的距离，我都会几乎都会骑脚踏车去，然后那时候就很常骑脚踏车，然后假日也会跟朋友骑脚踏车去翻山越岭之类的。然后那时候就有练了，就是蛮不错的大腿肌。可是我小腿意外的也没有粗，就我没有什么小腿肌。其实，就我穿高跟鞋的时候也不会，就是像现在表演穿高跟鞋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小腿肌。然后大腿肌那时候大腿肌就很赞，然后现在有小腿一点，因为现在都不骑车，因为现在都骑摩托车，可是还是有点大腿肌在。我很喜欢我的大腿肌，感觉很厉害。我真的放置我的声音会很久了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啊。米津的歌还没有在那个 Music 上面上架，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听。更新之后有玩，有去潜水。それは予想通り、いざ始まれば一人芝居だ。ずっとそばにいたって、結局ただの観客だ。感情のないアクソーリー、それはいつも通り。慣れてしまえば悪くはないけど、君とのロマンスは人生から続きはしないこと。もっと違う設定で、もっと違う関係で、出会える世界線選べたらよかった。もっと違う性格で、もっと違う価値観で、愛を伝えられたらいいな。そう願っても無駄だから。
样子。好好笑。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因为我今天很早起，明天很早起。どうするのならば、君は決めた。你现在知道这首是台湾拍的吗？真的吗？因为后面有四个中文字，就是看你就会觉得，哦，是在哪拍的？不会吧，不会有，不会有这种想法，就是看就是嗯，怎么有中文，然后就赶快去找是在哪里拍的，然后发现就哇，然后就自嗨，明明就是没去过的地方，然后就会去踩点，我想去 MV 的地方踩点，大家应该蛮喜欢的吧，就是比如说去我们拍过的地方踩点之类的，有人去过勇往直前那个阿里山地方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很厉害，我很厉害，我可以两天不睡觉，我可以两天完全不用睡眠。详情请见 TDP Festival MV 拍摄，两天不用睡眠，然后隔天只睡一小时，对，只睡一小时，然后隔天化妆的时候眼睛还要张开，然后就一直眼睛就是一直快闭起来，然后姐姐就一直提醒说，化妆姐姐就要提醒说，眼睛记得张开哦，眼睛记得张开，不要死。没有，他没有说不要死，就是眼睛要张开，眼睛张开，然后就要一直被他唤醒，用神明在张开眼睛，很厉害，这都是很青春的故事。没有断片，当然没有断片啊，我们那时候还穿了高跟鞋，拍几个小时这样，然后就拍，然后还要穿高跟鞋，真的穿高跟鞋脚很痛，我都不喜欢高跟鞋，可是拍比又很开心，所以在一个开心跟痛死的中间中打滚。谢谢阿正的新之冠，我好像听过，就是橘版什么东西啊？橘版本来要在台湾拍 MV 的事是哪一单啊？忘记，然后后来又没有，是那个吗？不协和音吗？四单还是一单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就是听说有来台湾拍，然后后来不能放了，还是怎样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们腿太短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穿高跟鞋。对啊，不协和音 Who Killed All，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我最喜欢的四六版到中啊，也不能说版到最爱，我最爱的橘版的歌就是不协和音，超爱，我的入坑神曲。欸，我入坑神曲，对，入坑神曲，入坑神曲，如果当初也去报橘版的甄选就好了，可是不知道他们收外国人。可是现在加入了 TDP 才发现 TDP 才是我的归属。胡大力这种，我也喜欢胡大力这种。我忘了我爸喜欢哪一首，他喜欢那个丢鞋子的那一首。I and then you die one day， 那首歌哇超好听，我爸很喜欢这首，他会一直在家里放，不开玩笑。SK 也是捧拍，真的吗？其实我现在最爱 Only Today， 真的假的？我看到 TDP 最爱的是，想一下 ，TDP Festival， 因为是我初选吧的 M 的歌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可是如果是只听歌的话，喜欢。
勇往直前吗？因为我把日文的勇往直前我很喜欢，就是因为那是我的 AKB 入坑的歌。I want you 不算，因为 Heavy Attention 算是我爸推我去听的，那个不算是我自己去发现然后爱上的。谢谢切尔东的星之冠，谢谢。反正就是这样子。Invisible， 很爱他的歌词，真的吗？然后，可是如果硬要选的话，我很想选公演的歌，就是 Reset 公演的歌。我很喜欢 Reset 公演的《梦之中》，就这首歌超级喜欢。我最近常常。因为不是有线上公演嘛，然后我最近常常去看线上公演，然后我就一直去重复播放这首，这首给我一个很就是很拘板的感觉，那个歌曲的风格。The Only Today 有的画面很多，谢谢摄影大哥，谢谢导演，还可以谢谢谁？我跟你们说，摄影大哥名字跟我叫一样的事情哦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但不是啊。樱花瓣也算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，可是曲风我还好，可是我觉得樱花瓣是好听的歌，而且他的歌就是很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播放，就是感觉播了必哭的感觉。以后播着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表演这首了。摄影大哥跟我叫一样的名字，然后就是很好笑。导演在叫摄影大哥名字的时候，我会跟他同时回头。被抓没来看？对啊，那时候小泉都在演绝台，我知道的。那不行，躺下就让你看我骨头。对啊。然后我没听懂，我还回答说好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在好什么东西，我就回他好，然后人家根本不在跟我讲话。你叫算了。谢小千的玫瑰，谢谢。这次米津玄师的 MV 他也露了很多脸，就是从以前他不太喜欢露脸的感觉，然后现在他整个 MV 都充满了他的脸。是阿正的许润平，谢谢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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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来，今天的话题大概讲完了，那想下来可以讲什么呗？这房是好听的歌，新芽都叫短歌，哦，又是广告。五六七这首歌三个月，那个红的花超有泡泡的，谢谢祥旭，真的旭吗？祥旭，谢谢，感恩的心，我的那个什么活动，下次约会吗？我看一下官方现在公布到哪个阶段了。
哎、欸，用手机看就好了。我都忘了还有另外一台车。欸、很快又有上绿草地约会一样的活动了，觉得很开心。哎、欸，这些 logo 很好看。好的，我们即将在7月26号礼拜日的12点至5点半举办我们的夏日约会，然后在 TAV Cafe 艺术村餐房举办，然后它是分场，有分场次，就是12点到5点半，可是有分不同场，不同场这样子。然后总共分成 Daisy 分两场，就是 Daisy 第一场跟第二场都是 Daisy 的成员，然后就是切一半，然后我在 Daisy 的第二场次，对的，我在 Daisy 的第二场次，然后每一场的可参加人数，我们哎、欸，我们两场都是28人，为什么我们这场那么多人？可是我们粉丝太多，所以我们这场需要我们可以有28个人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然后 Bellflower 分成两场，就是3场、4场，5场、6场是 Sakura， 然后他们两组都是24人，参加人数只有24人。然后不对，应该是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。对，为什么 Daisy 那么多人啊？嗯？然后我在的那一场的报道时间是12点，然后活动时间哇好短，活动时间是1点开始到20分，1点20分。对，大概这样。Yes。哦，全员到齐，所以我们那么多人。它就是一个可以近距离跟成员们约会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见我们。就是跟哎、欸，不知道这次要不要戴口罩，不知道，看一下。参加办法就是凡购买指定商品，就它这个票价是包含冷水壶吗？嗯，待会确认一下。就是它的票价是包含一些周边的，对吧？我怎么会问你们啊？等一下，它的票价是包含冷水壶、跟饮料、帽子、随机明信片组一包，都含在里面。很久很久没有举办活动，所以请大家来支持一下吧。又还开动了，感觉下半年会有很多很多活动，就是如果疫情不要再严重的话。183。大家加油，我们夏日约会见。耶、yeah, 我今天有点快忘记绿草地的活动。绿草地那时候活动完，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马油跟我讲的鬼故事，就是我之前常常跟大家讲那个鬼故事。谢谢阿正新之冠，谢谢。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马油他们家的那个发生鬼故事，然后就是他在夏日，不是夏日，就是绿草地上的奇迹约会的那个活动告诉我的，非常的有印象。
这季新番我追什么？我问题，我灰月姬还没有看完，灰月姬看到第八集还是第九集？我快看完第二季，我剩下倒数四集，我就看完两季了。动画放什么？我目前还没有在看呢，有什么推荐吗？嗯，喷嚏大魔王什么东西？啊，感觉很好看哦。喷嚏大魔王，又有白书，又有白书不是新番吧？超人力霸王 Z。很多东西都还在统计中，我就不敢乱看，怕雷到。从零开始，从零有出新的，哎呦哎！第二季，哦，现在他才出第二季吗？我等了四年。有人留言，有这么久才出第二季哦？那我应该可以来看看，因为我看过，我有看完他的第一季。他第一季是不是有26集？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看。哇！编剧还不错，是吗？哇，这还蛮酷酷的。这首歌怎么唱？这首歌超快，语速的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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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没修。嗯？要买鲍勃的生日T吗？可以，请买鲍勃的生日T，请买给你所有的朋友，让他们值得拥有。请大家期待。把水留好。我是没有剪好啊，怎么觉得自己比较短？哎，我要把我的口红都抿掉了。加油！拿我的袋子。难道我要跪柏林啊？干嘛？妮娜开播了吗？你再不来，什么东西？
谢 Martin 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。我在看这个，我有个好朋友传给我的对话记录，好不好？一个成员传给我的对话记录，然后我就想要赶快回他，回他讯息。因为我不是帮瑞婷做指甲嘛，然后因为他指甲变长了，然后我就想要找时间就帮他把指甲卸一卸。对，他在提醒我要记得帮他卸指甲。谢谢 Martin， 谢谢。耶、yeah, ，有胜利，谢谢。我赢了。跟你说要卸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他强迫症。好听。为什么大家都怀疑我？真的很厉害，边弹吉他边唱歌。被你听过了没有？哇，哪有？是我很听他的话吧？我已经被很多人讲说我很宠罗瑞婷了，可是我没有自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完全没有自觉。上次我去那个去宿舍，我跟瑞婷约好一起去宿舍找小晴，然后因为那时候那天就是法法也在宿舍，然后我们想要顺便也去找法法玩，也很久没见了，然后我们就前往，反正因为我本来跟瑞婷约捷运站，然后我到了我送她过去，就是因为我骑车，然后我跟她约捷运站，然后到了我就骑车再送她到宿舍门口，然后那个时候就他因为就是有点小耽搁，然后他就比较晚，然后小晴就问我会不会帮他买一点东西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先买东西上去，那瑞婷就自己走过来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说好，他就蛮乖的，然后我就去买东西，然后我上楼以后我就跟小晴讲，他说哦瑞婷等一下会过来，然后他等一下我跟他说我就没有要载他的这样子，然后小晴就突然看了我一下，他说我觉得你很宠，他说我已经真的很宠瑞婷了，我就想说我有吗？没有，他说他抠掉那个指甲，因为我跟他说因为会伤指甲，我刚刚说不可以抠，结果他是抠掉了。反正就是这样，对。我有吗？我没有吧？我有吗？我很宠罗瑞婷吗？我没有感觉。你要问他，觉得柏林对你好吗？他就说超好的，因为他都会叫我加网路，然后我说会故意说求我啊，然后他都会不求我，他都不会求我，他就一直在旁边看着我，然后我就用他的眼神攻，用他的眼神攻势，然后我就会默默的打开我的行动 WiFi。不满意这个耳环搭配，决定换一个。换钻石会不会太醒目？那个塞的去哪了？这个不见了。指甲太长。罗瑞婷很可爱，就是她很像小朋友，因为她就是小朋友，然后可是她也快16岁了，
可是还是觉得他很像小孩子，然后觉得很可爱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。就我一直蛮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妹妹，就是我，因为我不是说我是家里面，我是那个女生里面最小的，所以我没有在家里比较没有妹妹，就是我表哥，然后我弟弟，我表姐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妹妹，就是堂妹、表妹这些都没有。然后就小时候，因为我跟我最小那个表姐只差了三个月，就她只大我三个月，所以我曾经有问过她说：“欸，你可以当妹妹吗？”然后就是以后我就是姐姐这样，然后她就说不行。他一定要当姐姐，因为他也没妹妹，他只有我这个妹妹。然后我就真的就没有妹妹，就一点想要，一直想要小朋友，一直想要小朋友当妹妹，然后没有妹妹，想要妹妹，可是也会选一下，想要就是对瑞婷这种妹妹赞。因为瑞婷很聪明，所以瑞婷其实虽然她比较爱撒娇，可是她其实很聪明，就是她自己的事情她也会处理得很好，所以不需要太操心。然后她也是一个蛮善良的人，所以她就是对我也很好。对，这是瑞婷的优点，就是她很善良。然后她虽然爱撒娇，就是他像小朋友的地方，就是他爱撒娇。可是他其实想法也蛮成熟的，就是他想法不会很太小，太过于幼稚。该怎么讲？就是他有他幼稚的地方，可是他该成熟的地方还是会很成熟。像他就是一个很认真去练习，然后认真在过他的人生的一个人。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十五岁的时候都没有他这么认真。嗯，他也蛮聪明的。所以平常跟他聊天也没什么太严重的，就是比如说他讲话我听不懂，或我讲的话他听不懂，可能还是多少会有代沟，毕竟也差了四岁多。可是就是也还好，就是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也没有到不能聊天，就是还是很可以聊。我们还是常会一起讲长电话之类的，然后就讲到不用睡觉。嗯，超多妹妹，开心。所以现在在听 TV 就有很多妹妹，然后就觉得心情很好。然后她也很喜欢卡比之类，然后我也觉得卡比蛮可爱的，就蛮适合她的。对耶、yeah ，跟你讲话注意是你们吧，你们只有你们，你们跟瑞婷讲话要注意，为什么？瑞婷人很好啊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地雷。不是啊，阿姐那个是别人去认她当女神啊，我是去认人家当妹妹，感觉性质不太相同。是我去，一个是我去认人家，一个是人家去认她。瑞婷很凶欸，发抖。小兔子也是，兔子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很。随时都是很温和的、啊，兔子也是有，就是抓狂的时候。它蛮可爱的、啊，个性。我觉得讲真的就是。有地雷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我觉得讲出来比较好，就是在别人触碰到前，你先讲出来提醒，免得就是人家触碰到，然后又自己在那边不开心半天，这样子我觉得对彼此之间的感情也不会有任何的，也不会有什么帮助。就是如果自己有什么特别地雷，真的是可以先讲出来。就是我蛮怕有些人就是相处，然后比如说我踩到他地雷，可是他不告诉我，然后他就自己一直累积在心里，然后累积到后面他自己受不了，然后就会爆发。所以我觉得讲出来比较好，就是，而且他是一个会理智去处理这些情绪跟问题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能讲出来其实蛮不错的，大家就放心遵守啊，因为他的地雷不难吧，就是应该也没有很，我个人觉得他的地雷没有很那个、啊，没有很过火，
这就是我说的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。对啊，不开心要说，我就是那个不讲，不行要讲出来。我觉得就是不开心，真的不要一直压抑，压抑在心里对自己、对身体不好，然后你会越来越，就是该怎么讲，你就是一直压抑你不开心的心情在心里面，然后你接下来就开始越来越不喜欢对方，因为你会有一点点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嘛，然后你就会对方接下来做事情都很容易会往坏的地方想，然后就这样继续累积下去，然后到最后你就会有一天真的会爆炸，然后一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大家真的跟朋友之间的处理真的要再小心一点，对，交朋友好难的，交朋友真的好难的，交朋友真的是一门学问。就是我一直觉得，以前我一直觉得就是交朋友不管到如何，就是最后一定都会，总有一天朋友会离开你，就不管是学校毕业还是就是因为不好的原因所以离开之类，就是一定都会有，最后一定都会是分开这种结局，不然就是可能减少联络。可是我后来在高中交到一群朋友，然后也有在国中交到几个朋友，就是跟我一直很好，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的。对，交朋友真的很难，没朋友就没烦恼。对，说得好。我的地雷是什么？我的地雷是什么？好问题，我想看。我不知道，我要想一下，我有什么？我的地雷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地雷蛮多的人，可是我现在你们要我讲，我一开始 我有点讲不太出来。我不喜欢就是我，可是这个在直播间比较不会发生。可是我平常日常我交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最不喜欢就是我给你方便，然后你当随便，懂吗？就是。因为我是一个，其实我的脾气不是非常的好，我自己觉得我的脾气没有很好。可是因为我越来越大，所以我越来越懂事，所以我的脾气会越来越好，懂吗？就是我小时候脾气比较不好，尤其是我小学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凶，就是很恰达波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因为我很容易没有耐性，然后我的耐性都是因为就是现在好几年的修炼，这样子修炼下来的，所以可能大家会现在会觉得说，就是我好像没有，就是我讲的这么夸张。可是我心里会觉得我自己其实还算是个蛮没有耐性的人，然后我不喜欢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讲过了，可是我好好的讲你没有放心上，就是比如说提醒你一件事情，然后你比如说今天分组报告，那我跟你说，那你大家分好工作，然后请你回家做这个工作，大家做这个工作好，然后回去就你没有做，然后我又跟你讲说真的要好好做，就是要好好做这样子，然后讲了回去又不放心上，然后就要到人家真的不开心了，真的很不开心的，然后再来又要说为什么你要生气之类的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是要怎样，对，很真实吧，是不是以前都有遇过这样的状况，就是他会觉得你对他很好，所以他就会觉得好像我就是有点小小的就是不用那么认真做没关系。然后对，我现在举的就真的是我遇到的事情，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哦，你看起来没有很生气，那好像我就是侥幸一下应该没有关系。可是我不喜欢这样，就是我给你我的好给你好口气，给你好的那个，结果你就是不把它当一回事，然后就会觉得就是你那么希望我生气吗？因为每个人一定都会生气啊，不管是谁一定都会生气，不可能偶像就不生气啊，偶像一定会生气，何况我三年前还是个两年多前还是个普通人。哎，最尴尬是什么？最尴尬就是自己的朋友，然后他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就是跟他翻脸，因为他是你的好朋友，所以你只能就是跟他吵一架，然后吵完一架然后再和好，其实每次都会这样子，可是也不一定说我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了。我不懂，觉得不超，那是因为现在在直播啊，然后我不懂，我可能在直播暴怒吧，然后就是
而且又没现在直播不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讲真的就是直播的平台，因为大家都很比较网络比较温和一点，所以其实不会。为什么让偶像生气啊？真的、啊，那国术要检讨哦。我要放一首我喜欢的歌，然后就搭配这个讲这些事情，才不会太哦火在烧，好好笑。放个《火焰》这首歌不行，忘了听那个抖音歌。对，这首。不是，这是广告。我也不太喜欢交新朋友，我现在越大越不喜欢交新的朋友，可是又觉得，因为我觉得社交很麻烦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跟以前的朋友玩。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朋友其实不用很多，就几个就好了。而且我最不喜欢就是打破自己的，我也很怕打破自己信任的人，然后就是比如说，我觉得答应你约定没有做到这种就算了，可是背叛真的是不行，背叛真的不行。就比如说约好什么事没做到，那可能就算了，就可能是忘记就没有关系，可是背叛真的不行。我现在大学有交几个新朋友，可是我觉得玩起来还是没有高中的朋友好玩，可能是因为还相处还不够久，毕竟也才一年，不知道第二年会如何，希望第二年可以大家感情更好。没有人会喜欢背叛嘛，可是有人会原谅啊，有人很容易会原谅背叛这件事情，可是我很难，就是我会卡很久，然后看轻重吧。通常交情没有那么好的人背叛了就不会介意太久，就会很快原谅他，因为这个人对我来说没有，这个人对我来说可能没有到交情很好就不会那么难过，可是如果交情很好的人背叛真的会难过很久，然后就会很久才原谅，不然就会不原谅，对不对？女王风真的很赞，女王风的歌跟那个主唱我都很喜欢，她的风格。大学一年换就是朋友圈，对，背叛真的会让人难过。可是越大就是要看越开，因为就是哪个人不是注重在自己的利益呢？就是人都是这样子啊，像我也会就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优先，因为我就是一定会，大家一定会爱自己爱胜过别人吧。家人的话可能就另当别论，可是不可能去背叛家人嘛，不会背叛家人嘛，背叛家人真的就是欠超度。对啊，我人生中最爱的就是我自己，然后还有我爸妈跟我弟，应该就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第二名以后才会是其他人。嗯，被他当看清一个人，我就觉得就是总比你一直在猜忌他有没有做这些事情，跟一次发现了他原来会这样子之类的，就是我觉得发现还比较好，就是会有一种，虽然我觉得抓到了当下也不会觉得，抓到当下也不会觉得特别爽快之类的，就是抓到当下大家就是很难过，可是至少比一直蒙在谷底好。可是我觉得要长大，就是。因为朋友外面人那么多，然后你交朋友一定很容易会交到这样子的，可是就是可是还是有很好的，就相信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，而且也不是没有啊，就是像听 TV 有那么多就是好棒的朋友，然后还有我现在有那么多好棒的朋友，然后成员，然后我在学校，我在高中也交到几个就是跟我很好很好的朋友，就觉得还是有他们在，我就觉得没什么关系这样。所以今天的直播的主题就是不要背叛朋友，对，这个很没有用的主题。我以前很容易就是为了去吸引朋友的注意之类的，然后去做一些吸引他们注意的事情，然后大了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哗众取宠呢，做自己然后让人家来喜欢，不是就是最舒适的方式。这主题很沉重啊，我觉得还好吧，
所以我觉得找有时候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这种内容，我也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就是偶尔也会想讲讲这种主题，就是来寻找有没有同类，大家有没有同类？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同类？大家一起互相安慰一下。我水喝完了，讨厌。你被背叛过就知道也啊，这個、感觉也是有经历过哦。国树感觉就是很会交朋友，应该就没有这种问题是吧？我觉得事不过三，就是一个人他，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朋友，他背叛第一次，你可能还会就再给一次机会，然后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你就会觉得就是滚，离开我的生活这样。我以前也不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，我应该是到今年才开始就越来越爱我自己这件事情。对，我就是到今年才开始对自己比较有自信，然后比较爱我自己，开始爱上自己的生活跟自己。友情没有无所谓的人，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可是你比较会这种，可是这种人比较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。觉得做这样事情会有人讨厌，有人在意。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是蛮难的，也是因为就是不管走到哪，比如说像那种比较老一辈的，一定会对事情很多意见。而且你像去日本澡堂，就是有你去日本洗温泉有刺青就不能进去，就是你去公共澡堂好像有刺青就不能进去。就是这种异样眼光应该还是会有很多。所以大家可以，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去找同温层，就是比较多同类之类，然后大家找共同点比较多的人，就比较不会去，比如说大家对地雷的共识是一样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相处就比较不会去踩到对方地雷。像罗瑞婷有个地雷就是他不喜欢人家摸他脸，可是我很喜欢去碰，我很喜欢就是摸人家头摸人家脸，就是无聊的时候就去那边乱弄人家，然后有时候手靠近他就突然想到，然后慢慢把手收回来，然后就会笑一下。可是我就没有摸到，所以我就会紧急收回。哦对啊，我也不喜欢这样的，可是我的朋友其实不会这样，就是我的朋友对我因为工作没有办法来学校这件事情都还蛮看得开，然后他们都会还会帮我就是告诉我说什么时候要考试，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有时候比较晚到，那还会帮我留个位置这样子。听歌，这首。这个广告讲话也太难听了吧！我不知道不会变成太敌人，我会变成陌生人，就是我会不想再去看到这个人，最严重的会是不想再去看到他。可是有的比如说像学校就一定要再遇到啊，就是这就没有办法，然后就会很尴尬。尤其是老师会问说哎、欸、你们不是很好吗，怎么最近都不讲话，然后就会很难过。他想要国中了。国中就常会有这种事情，就是这种年纪的小朋友最容易暴走。
利害冲突真的很可怕，就是朋友之间存在竞争这个事情就是蛮恐怖的，我觉得。就是老师没有老师，就是说老师不是在讽刺我，是老师因为老师看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然后怎么有时候不讲话，然后就想说，你们不是感情啊，怎么感觉最近都没看你们玩在一起，然后就是被直接被戳到痛点这样子。我觉得良性竞争很重要。我觉得当你看你的朋友，就是我觉得很可怕，就是存在竞争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我认为就是两个朋友间。如何分辨良性竞争跟恶性竞争？恶性竞争就是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成长了，然后你会心里不愉快，那就表示就是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应该就没有再把他当成朋友，你就是把他当成竞争对手，完全的竞争对手，没有友情的成分。就是你应该看到你朋友在前进的时候，你也要就是为他感到开心，然后同时会觉得说，就是自己也不能输，所以我也要一起。往前冲，一起互相扶持，才会一起成长。当面调侃真的会很尴尬，就是不太能，不知道怎么回复。可是就别忘了，小圈就是还是会有称赞你的，还是会有称赞你的刺青的人存在的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不要觉得朋友很烂，我不会朋友连我很烂的感觉。我觉得最好就是找两个就是专业不同的朋友，可能那个朋友今天的朋友好，可能比如说我今天是化妆很厉害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可能是修电脑很厉害，那我们就可以当朋友，就是反正我们互不相干这样子。还是会啦，不管怎样，一定大家什么都可以比。这朋友真的超级 free 的，他真的很好，应该感觉跟你相处当朋友应该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小倩的长发很棒啊，对啊，就是很有自己的个性，然后很有自己的风格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很好。好，听歌，我今天在捧各位，是因为平常大家也都会称赞我，所以今天我也来称赞各位。再听次《明星神师》，一直听。听个不停，我想要剪一下我的指甲，在我的画面外面剪指甲，铺个卫生纸。Yes。剪一下不是指甲，剪一下我的指甲外面长的，指甲旁边长的一些。超出来的指甲，没有到吓到大家那么夸张吧？我跟你讲过，就是我在学校看过一个女生刺半甲嘛，我被吓死，而且我跟她坐同一台电梯，而且她是很不，她是非常非常勇敢的，她直接穿无袖，然后坐电梯，然后我直接就是完全不讲话。然后他表情看起来超凶的，是我在学校第一次看到这样刺青的人，然后我就有点吓到，因为他的图案是不像就是像刺龙刺凤那种图案，然后我就想说我还是不要有什么表情好了，还好那时候戴口罩，然后我就一直看着电梯按钮，我觉得刺青大家多半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，可能就是觉得刺青人很凶之类的。可是没有那个女生整个表情看起来也很凶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。我直接无法发出声音。胡子被扒在脚夸奖，吓死我！那个画面我应该笑死。对啊，说的是表情吧。我觉得我的表情有时候也需要就是 relax 一下，就是我的脸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误会我在心情不好，就是很尴尬。我国中到现在，
一直被人家讲，就是这个问题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小学就不会这样子，可是因为小学我妈都会帮我绑头发，就绑很多双马尾之类的。可是我上国中、高中之后，就是我明明没有做什么表情，然后我这个国中因为这件事情被学长姐呛过，就是啊，这很恐怖。就是因为我国中那时候很怕生，然后那时候国一进去，然后那时候招会的时候。就是招会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学姐的班后面，然后因为我个子很矮，所以我在第一排，然后我的脸就是直接正对着前面那一班，就是不知道是国外还是国三的学姐的，他们就一排学姐的屁股，然后就是我就一直盯着前面看，可是我表情就是没有表情，然后就跟那几个学姐对到眼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在瞪他，然后只有他们下课就是有来教室找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。其实以前的国中生都很冲动，然后我就被吓死。然后高中的时候也被讲过，就被我的朋友讲过说，哦，一开始就是认识我的时候还以为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，然后可是后来他们都跟我当好朋友，就是高中的朋友，他们说刚认识我的时候也觉得我的表情看起来很凶，然后感觉不太好相处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的表情真的需要再放松一下。就是国中很多这种很恐怖的人，就是他们，我觉得就是很多学校就会有那种国一刚升国二，或者是高一刚升高二，就是刚当学姐那种，然后他们就会很凶，然后一直想要垫学妹学弟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学弟学妹很可怜，超恐怖。现在疗愈一下柏林受伤的心，谢谢。对啊，国中超多这种，反正上了高中大家比较安分一点，一紧张就拔脚脸。我也是，我一开始在 TP 也常常让人家觉得就是心情是不是不好，可是没有，就是我的脸真的是长这样子。我有时候出去上通告都会很让自己就是一直微笑，一直保持微笑，然后就导致有时候笑到节目后面就会觉得脸很僵，因为我就是不太敢放松，因为我很怕我的脸一放松就会让人家觉得我的脸看起来心情不好，所以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弟有点太大声，我要去跟他讲一下，我怕他会失控，因为他在跟他朋友打游戏，请稍等。够吵了！哇塞，我做直播的时候会一直把脸放松，因为我觉得直播，反正直播都是认识我的人。他很吵，他真的打到一个很吵，我真的不行。哦，还有一个就是，这不是地雷，可是就是介绍一下，就是我很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睡觉，就是我不喜欢跟人家出去玩，然后住同一间房间，或者更不喜欢睡同一张床。就是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睡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很喜欢绝对安静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，旁边没有人，然后自己睡。什么一堆都是臭脸，大家这是饭水偶像啊，臭起来！而且我们臭脸是臭的有态度，好吗？我们不是臭，我们不是脸掉下来就是衰的样子，我们是就是有态度的臭脸。对，这边脸的呆滞好像也是啊，人就很凶啊。虽然是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是非常天使脾气的人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吓死人。臭的态度，对我们臭的很有态度，我就臭，我就厌世。对啊，真的很厌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放松就小声，我总觉得他没有变小声，然后还给我更大声的感觉。然后音乐开大声一点，邻居对不起，我刚听到对面很用力的关着窗户，关起来。
那时候还长得好笑又不好笑，那个有点太可怜了。对，真的关窗户声，对吧？大声，我们家隔音很不好，应该是我爸的房间。你传讯息给我一下。哦，同学在讨论。被抛到学校学特版是吗？是类似抱怨的那种地方吗？我弟之前也这样，我弟之前打电动太大声，然后就被邻居检举，就是他来我们家检举，然后 我去开门了，然后就很尴尬。可是是认识的邻居，就还好，可是还是要小声一点。想听一下新歌。听一下 NGT 新歌好了，听说很多人在讲这个歌词。我其实很想换房间，我想换一个隔音比较好一点的房间，因为我们家隔音真的很差，然后我就不太能，我现在已经不太敢半夜练琴了，就是就算没人讲，我会觉得有点不太敢。好想要就是搬到那种隔音很好的地方，然后就可以尽情的大叫跟弹钢琴。没有想过搬出去，现在现阶段因为住台北，所以就觉得搬出去，搬到台北有点浪费钱。应该没有多房间，可是可以互换，家人互换房间。我搬到南投去干嘛？让我练习还要北上，太麻烦了。我之前曾经有想过，就是如果考上了外县市的大学，国立大学花苞。就去外县市读书，后来想想算了。这样子想到我就是上课都要北上，我就会觉得我就是培训都要北上，我就会觉得我会死掉。
就每次看到一些住外县市的成员，然后他们要北上去练习，就会觉得，哇！搬去基隆山上，为什么搬去基隆山上？好远啊！搬到哪里都在台北啊，一样啊，很浪费钱。台北租房子不便宜，想避免不需要的开销。我也在想要不要把家里的窗户改成可以隔音的，可是感觉又要再花一笔开销，还要先问过我爸妈，因为房子也不是我所有物，所以要问爸爸妈妈，然后请他们帮我出钱。这个更好听，爬山，爬完了，来听主打歌。搬去数码世界，什么鬼？就是减肥广告。门窗，我们家窗户就是很不隔音啊！我真觉得我们家窗户要换一下。问我爸爸。今晚来问他，爸爸，我想换窗户，我想换一个不会打扰到全世界的窗户。对，阿丽家好像有，因为他们家不是还有录音室吗？听说是吗？他有他是是吗？因为他姐姐不是常他不是常会在家里弹吉他吗之类的。
好吧，我想要永远跟世界隔离，怎么突然变成黑暗的话题？这首好耳熟，这是 NGT 的舞单，今天才昨天才公布的 MV， 我今天第一天听。粉红色的制服很像樱花。衣服很漂亮，这个镜头，营销飞车的镜头太劲爆了吧？我觉得。这个 C 是谁？完全没照到，可是我没看到。中间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还没 take 到。回台中挖地下室是怎样？人家挖错管，人家挖到什么管线？好粉嫩的色调，好美。NGT 还蛮多歌都让我印象挺深刻的，像是《青春史记》跟那个《清空》那首歌，世界はここまで青空なんだろう，那首歌很好听。听一下别的歌，再听新的歌好了，抖音歌。啊，我也喜欢 Max Doki 315，直接念315。夢は未来はいつも思ったよりも。だ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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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的歌都很好听，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风格在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有种透明感、小清新的感觉。然后有个很青春的感觉。今天看也蛮长的，因为今天有很多想讲的话。
但今天的话题感觉到后面还蛮沉重的。但并不是因为我特意想去聊这个话题。就很棒，是没错啊。谢谢各位，也还好，能奉者各有成就，好，感恩各位。因为今天其实聊到其中一件事情，有些事情就是现在进行式，就是它现在正在发生。然后我其实也蛮复杂的，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已经长大，不能太去介意这种事情，蛮有深度的。对，我想让自己当个有深度的人，就不要太受这种事情影响，可是又觉得很难。因为它是蛮长一段时间的交际的，然后，没啊，应该只有这今天会这样子啊，之后应该就还好，除非我遇到相同的事情了。对，如果我遇到相同的事情，可能下次直播会就是这种内容。可是今天会这种内容，是因为就是对，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内容。可是我只是想要提这件事情，然后让大家以后如果遇到的话，就是可以有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。像我现在就一直想说，就是多去找几个我的好朋友聊天，我就会觉得就是很心情就会好很多。不然就是跟你们聊天，我也会觉得就是心情好很多。谢谢。是没有必要为了不重要事情流眼泪啊，所以应该是今天是不会哭。可是就是谢谢大家愿意听我讲这些感觉不是很开心的事情，对。可是就是要听大家，就是世间上有百百种人，就是认清什么人是对你好，什么人是对你不好的，然后远离对你不好的人，然后就是多爱一下对你好的人，这样子。我的人生问题，谢谢。好，一起深呼吸，呼。我的人生想探索。对啊，就爱惜对自己好的人，所以我才说我都把家人摆在第一顺位，因为这是他们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谢谢，谢谢新颖的玫瑰，谢谢。所以就觉得跟大家就要珍惜身边所有就是对你很好的人。他们就是，对，现在遇到的，我现在学习把伤心跟生气的事情化作前进的力量，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难过，把那些时间拿来精进自己，会获得更多东西。拿那些时间去多读一点书，还是就是多练一点舞，多练一点唱歌，就是未来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，主要是也不用太限制。我觉得我是小时候，我应该就觉得天塌下来了，
现在应该不会，现在完全没什么问题。就只是就最近会有点小雾阻，可是应该是过两天就没事。谢谢平原的枫叶，谢谢。长大很难。我还有两个月就要生日了，好可怕！每一年的生日都觉得很恐怖。去年的我也在害怕生日，今年的我也在害怕生日，就不想长大。长大好烦啊！可是长大意味着获得自由，自由也是蛮不错的。也不喜欢小时候一直被限制的那种感觉。长大，我就告诉自己，长大是还不错的事情。实际长大也觉得，跟以前没什么差。生日快乐太早，那现在可以开始祝我生日快乐。对，物主都就玩动森，他就很想睡觉。你看在玩动森，我的心情就会好很多，因为就大家都在线上。过了25，我更怕过生日。我觉得过了18，我就很怕过生日。我18以后超讨厌过生日。生日快乐，谢谢各位。我现在。喜欢过生日应该大概就是到17，然后就没有喜欢过生日了。18以后就觉得还 OK，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场过完，然后觉得哦，好像就没了。9月5号还早，9月13啦。9月5号谁啊？没有 TP 九月只有我。两个月现在对我来说转眼即逝，好吧？你知道我现在哦，记错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们就只要记得9月只有我就好。9月只有柏林，就是整每一个。12个月每个月份都有两个成员以上，只有9月是柏林专属月，对吧？是这样没错的吧？来看看，不行，现在加二其实应该有多一些人的生日在里面，所以看这个年历没有用。对，就是当别人给你的祝福从18岁生日快乐变成18+1生日快乐，你就开始觉得很复杂。就是原来19已经是一个蛮大的年纪了嘛，然后就会觉得哇怕爆。然后发现你人生来到2字头，你就会觉得说哇，我习以为常的。你今年几岁？开头是10几的那个10就已经不再被用到了，现在开头要讲20几，哦天哪，太恐怖了，有没有很有共感？救命啊！5月没有人生日吗？对，5月更没人，那现在5月就蛮多人的吧？之前根本就不能开5月生日会，因为没有5月，那不能开9月，因为9月只有我。他还是一开头，可恶！等我3开头比较有感，我觉得等我3开头应该是不同境界，又是我个很难人生难跨过坎。19岁很有感，有够水逆。我觉得我19岁发生蛮多事情，可是我觉得我19岁、20岁跟19到底哪一个过得比较好啊？可是20岁还没结束，所以我现在还不能下定论。等我21的时候再告诉你们吧。一起没人5月生日，今年18憾，赶快珍惜自己年轻的时光。最水逆是21这一年，为什么？30是逐梦和追求安定的转捩点。对啊。感觉30左右就开始要干嘛？30岁开始要干嘛？成家是吗？感觉是这样。我妈30几岁生我，豪哥的人生经验谈，这怎么觉得像什么节目名称？倒数自己生日很恐怖。应该不用吧，小千应该还没有到很老，小千还蛮年轻，小千不是跟我差一年而已吗？如果现在要说你老，那表示我也很老，好可怕。就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人可以活到100岁，那现在你已经活了1/5了，我现在已经活了1/5了，好快。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快，80岁左右，那可能现在我人生已经过1/4了，天哪，太可怕了。
到。这十天就要二二了耶，每天都好焦虑，笑死！为什么过生日还每个人？以前过生日是每个小朋友就是很期待的事情哎，然后现在过生日每个人都搞得快忧郁症一样。以前小时候还有就是过完生日的隔一天开始期待下一次生日，就想说哦 ，Oh my god， 还有364天要等，然后现在就开始倒数，天哪，我还有10天就要过生日，好可怕！这样子，不会，岁月不会倒退，所以就过吧，大胆的过下去，把握每一年。不然你之后要再回去回顾那一年，然后你会觉得你自己没做什么，都花时间在害怕过生日。对，长大后觉得过生日很可怕。平平大概今年开始，明年开始会感到生日的恐惧。现在最讨厌过生日，这边怎么掉出一大堆很讨厌过生日的人？一群跟我很有共同点的人哦。不会，缘分这种东西都是一瞬间突然来的东西，不过很少是那种累积很久的，然后最后成家。绝对不是在说，没事。30代要做一波，40代后感觉就比较更需要定下来的感觉。忘记要讲什么。可是我们家有一位长辈，他就是现在蛮经济，就是他的事业蛮有成的。然后他是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他是20-30岁的时候，他还在，他去了很多国家打拼，然后最后决定了在某一个国家。对，就是他到30-40岁，他的工作还是持续的在更换。然后他在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工作，累积不少的经验。然后他最后选择，他现在在做这份稳定安定的工作，而且薪水也很高。然后他这份工作是跟他一开始念的科系完全没有关系，就是跟他学校念的，他以前是念建筑相关的学校，可是他最后做的跟建筑完全没有关系。可是他还是因为人生很长，所以他花很多毕业后花很多时间去累积不同经验，然后就是最后去一间不错的公司，然后就这样慢慢打拼了十几年。然后现在的年收入也蛮高的，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所以我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，真的不要觉得就是太受限于自己会什么或者是不会什么，就是不要太受限于自己读什么科系，所以一定要去做什么。很多都这样，对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很多人做的工作都不是当初选的科系。就像我一开始想学美容，是因为我以前想做幕后，就是我想做明星的幕后的化妆的工作，然后后来发现越做发现自己更喜欢去舞台上面。你的靠就是一边化妆，然后一边去参加舞蹈社，一边参加舞蹈活动的那种舞蹈演出的那种化妆师嘛。然后后来就开始就决定还是去幕前好了。打工一直换没关系吧，打工本来就是很可以一直换来换去啊。我打工也是高中打工一直换来换去，因为我不喜欢在同一个环境待太久，这是我的缺点，就是我很容易腻一件事情，而且是没兴趣。就像打工，就是只是想赚钱，所以去打工，并不是因为我爱打工所以去打工，就是因为我想赚钱。我在直播，好不好？就是想赚钱所以才去打工，然后打工就会久了就会腻，然后就想要换一个地方打工，然后就是认识不同新的人，然后学不同东西。可是我有些朋友就是同一份打工会做很久，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不用学新的东西很方便。每个人不一样吧。我很少就开始打工，就是我在高一16岁我就马上去找打工。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很憧憬打工这件事情，然后做了以后才发现真的还蛮累的。对，社会给压力还是很大，就是社会有些太刻板的价值观了。硬撑面试人家说因为我缺钱啊，不然呢，真的打工就是那些理由啊，不然在家里躺舒舒服服的，谁想出去打工？有些做习惯可能就不想换，也是能理解这种。可是我是属于做太久会腻的那种派。
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做一个工作可以做很久，所以我觉得很厉害。嗯，累积不同的经验，我做过蛮多不同的打工。再不同没有现在这份工作不同，这份工作真的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。可是我可以做这么久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，所以就是不太会觉得想放弃，就是会越做越有成就感。最长那份做了4年，我最长的那份大概是做一年吧，一年左右。我站过，就是那种服务业，然后也站过就是不用接触客人的那种工作，就是单纯在里面帮忙那种。梦想化成现实，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在加入这里头才深深的体会到，就是我觉得除了人除了努力之外，运气也很重要。就是真的，我觉得努力固然重要，可是运气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就是，但我还是会觉得努力是很值得的，因为今天我学了这个东西，那学到这个就是我的。那不管他最后有没有被看见，还是有没有做到，我都会觉得就是我还是有得到一些东西。嗯，不管在职场还是在学校，其实运气也都是蛮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有时候不要太把失败怪在自己身上，就是你已经努力过了，那既然可能是输在运气，那就不要真的太不要太自责，知道自己很好就好。月亮红他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超羡慕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说运气很重要，就是很多可能不小心一首歌曲就真的爆红了，然后或者是不小心一个新闻，然后可能这个他们就爆红了，就是有时候会因为这种关系然后爆红，对，这种就是可能就是运气很好。可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人家是靠运气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机会来了，你有那个实力把它抓住，那个运气就是你的。就是如果今天运气来了，那他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抓住他，那个运气再多，运气再好也没有用，因为机会来了你抓不住。所以平常就要努力练习，然后累积实力，累积一些经验跟东西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然后就是如果有一天机会真的你的运气来轮到你了，那你就有足够的东西出去，然后抓住它。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。嗯，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。对啊，所以为了不要浪费机会，不要浪费机会，所以就是要平常就要好好努力加油。打工也不算是在耍废啊，摄取过量，这就是一个活了20年的人的短短的人生谈，就偶尔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各自己的看法，直接可以交换一下意见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浪费机费，天啊，机费是什么东西？反正就是这样子，加油啊各位，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都加油。我也不管在哪，就是这都是一样。嗯哼，是打哈欠儿。Yes。不知道讲什么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晚上听这些话应该也蛮不错的，助眠。对啊，比如说像是，就是你平常就是不好充实你自己，然后没有学一些把妹技巧，然后这一个大正妹突然来联络你了，然后你没有一些吸引她的招数可以用，那个正妹可能就觉得你无聊，然后就离你而去，就不觉得很可惜吗？就平常如果你多练习一点，那他来
今天突然有个大正妹来找你，你就可以马上用你的把戏，然后虏获他的心。会很累哦，还好，只是因为这个房间太安静了。对啊，就是像这样子啊，就是机会来了要抓住，所以就平常就要好好做好练习。然后如果就是像我很喜欢当偶像，我就平常都去听着偶像的东西，然后比如学日文，然后唱歌跳舞就学。然后有一天就是 TTP 的甄选来了，我就报名了。然后加上一路上的运气跟很多人的帮助，那我现在就在这里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弟弟笑声，不要理他，他笑了，他真的很烦哎。他说把妹是第一，他听不到我讲话好吗？他是刚好，他根本没有在，他没有在回我嘛。他戴耳机，他在房间戴耳机，怎么可能？离煞风景，不要理他，我在想把他静音哎，气死了！我应该那个隔音先低的都撞他房间，离开嘲讽，气死了，很烦哎，要不要做个滴滴合集？就是他。他也乱录了几次，这个房间太安静了，开始使出大招暴叫，真的有够吵，我被他气死。我要重新坐起来的位置，有够吵的。我的眉毛，我的刘海一直没上，好可怕。发呆一下，小千被你当成没，有没有人把小千认成女生过？那个发型，从后面叫小姐，最好像跟上次，他说这个真的不行，上次那个歌真的跟我无关，我真的，然后关播把他骂爆，可是他帮我买东西，所以我不能骂太凶，不然他等下不帮我买，气死！而且他很聪明，他也就是记得，哇天哪，有吧？有了吗？被杀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在骂他，我说我在直播，你不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说不知道啊，不然我怎么会讲？谢谢豪哥，然后说不谢谢。有没有？我看一下，伯乐快音，哦、我输了，对不起你们，我输了，谢谢。啊，那个拼图有没有难拼点、啊？谢谢你喜龙的红包，谢谢帅哥这样。蟹包，yes， 谢谢豪哥，谢谢。我来猜，不乐一定要赢，加油！有我赢了，谢谢。开心，不乐我赢，谢谢，谢谢豪哥，谢谢。框框。不行，我再赢了我就要超过罗瑞婷了，我会被他骂。我再赢四次，我就要超过罗瑞婷了，那我就会被他骂。没有，他应该不会骂我了。铂金包两，突然一个提升一个档次。来四次赢过罗瑞婷，那就被他骂死。我可以赢我，还要这样？不能超过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不会啦，我乱讲了，你们不要相信。你不要乱讲，我在开玩笑的。等下他真的以为我，等下我这样会变成散布他坏话，不行。没有，他很好，他不会这样子。那你说，你们不要乱讲，我完蛋。你们不要害我完蛋，你们不要乱讲。我真的怕爆。我在心里一直默念不能赢，然后就真的没有赢哎。我一讲蛮怕，我要超过罗瑞婷，然后大家开始丢东西是怎样？看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等他下播，然后我就密他说：“我超过你的猜拳。”他就会说：“他应该说，哼，反正我下次直播就赢你了。”他应该会回这个。谢谢你喜龙魔法棒，谢谢。好笑，直接完蛋。听到他们开门声就觉得很恐怖，就怕他们下一秒进来，然后讲什么不该讲的话，失控的家人。谢谢你喜龙的魔法棒，谢谢。
超过栗子才要怕。栗子，栗子在哪？阿里，阿里在第八耶，哇，阿里好，阿里好高哦。威利旺卡，威利旺卡，威利旺卡，耶耶。威利旺卡，啦啦啦啦。对，他，对，你们怎么知道？他真的去上厕所。栗子今天好像有进来，我有看到。他应该有进来一下。对，他刚好，他今天有进来。可是他是不是断钩？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我好像没看到狗狗哎。你不能赢我！真的有人的妹妹乱入直播遭爆料下，好哟，不开心啊，好可爱啊这句话。那个拼图这样，我每次滑，我也是手残。谢谢你形容的薄包，谢谢。我不开心。所以我想做指甲，我想做指甲，拜托拜托，帮我做，我想要卡比，然后左手可以画百变怪吗？百变怪眼睛有点画太开了，拿到重画。我觉得这个，我就画百变怪眼睛，因为百变怪眼睛有够小，然后画完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就说这个眼睛可以吗？他说。眼距好像有点开，然后就要从我们的重画，因为我也是就是有点强迫症，毕竟我的作品出来是要拍给粉丝看的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画好，所以我就把它画很好，然后我们两个再三确认，他觉得 OK， 然后我还想说是不是要再看一下，是不是要再看一下，确认一下，帮你还嫌，没关系啦，拜托，哦，真的很可爱。可可爱爱，对，把那个眼睛太开了，就是眼距画有点太开，就是看开一点的，就是提醒他做人要看开一点。当他低头看他左手大拇指的时候，就是看开一点。他说想谢是因为那个、啊，因为他抠掉一只，他说他强迫症，昨天 QQ 是二姐直播唱歌，还爆料二姐我在床上跳 ，QQ 好好笑。这段直接瑞婷现身脑海，很可爱，不觉得她的撒娇很可爱吗？而且她平常也会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完全没有反差，真实的罗瑞婷。长剪指甲、做指甲会不会浪费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不会。我觉得下长是可以放比较多东西，可是我的指甲短也有就是做指甲好处，就是可以比较久，因为我不喜欢指甲留太长，所以像我这次指甲就它已经长出来了，就是我一开始做指甲的时候长度还蛮短的，所以它现在长出来。就是还没有到很影响我，只是他现在已经最近影响到我弹钢琴的时候，我应该这两天会把它卸掉。可是我很舍不得卸，因为我觉得很美，真的很美耶。可是它已经长出来，你看到指甲了吗？从下面长出来的指甲已经有一段在那了。我现在播个两分钟吧。今天超时，可是我是播得很爽，所以没关系。咱们也看一下，这是熊，非常的可爱。二姐一个凶的眼神瞪过去，啪爆！求 QQ 的，求 QQ 心理阴影面积。弹钢琴好像不用太常剪指甲，可是没剪很麻烦，就是抠抠抠。跨日直播这样，直接播到往生，谢谢。明天要干嘛？我在想我明天中午要干嘛？我明天要化全妆吗？不太想化妆。没对焦，他这个有点太近，有点难对焦。你们可以去详情请见我的 IG， IG 有高清美图。是要跨什么日？你们要爆肝是不是？你们也想爆肝是不是？我在想我们要把它，我要怎么把它剪掉，然后因为我想自己卸，我要怎么把它剪掉，然后它还是完整的。他给我看那个美剧，然后他们给我笑，是怎样？不行，我现在是一个睡眠不足的大学生。大学生真的很难搞哎，底下嘲讽。他不在笑我好吗？他在笑美剧。
很烦的，算了，我要关直播了，他有够烦的，我真的不行，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害我不很认真，很烦的，他的笑声就是很鸭子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哎呀，反正呵呵呵呵，对他，而且他都 catch 很好，重点他戴耳机听，他戴耳机看剧，然后他还可以笑那么好时间。我跟他房间有分开，你就知道我们家的隔音有多差。因为他跟我的房间之间还有隔一个窗户，然后那个窗户就是可以开门，然后对旁对对面喊这样子，就是可以开门对我弟的房间大叫，在我的双层床上面，所以我们家我们两个房间的隔音很烂，很恐怖。笑声，我们一家人的笑声都很恐怖，就是都很有记忆点。好，我现在练肩排名，谢谢。我把猜拳都猜完哈。好，我猜完了，谢谢。我会小声的，谢谢，因为很晚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今天第十名，谢谢 Nishino， 谢谢 Nishino， 谢谢 Nishino， 谢谢 Nishino 的红包，谢谢。然后第九名，谢谢 Min， 谢谢 Min， 谢谢，谢谢你的猜拳，谢谢。再谢谢第八名，谢谢 Jack， 谢谢 Jack， 耶，谢谢 Jack。在第七名，谢谢 Martin， 谢谢 Martin 六六六，谢谢谢谢 Martin， 谢谢六六六。然后谢谢第六名阿当，谢谢阿当，谢谢阿当，谢谢。然后谢谢第五名，他要不要给我笑超大声？然后我的小声直接没用。谢谢第五名，谢谢春平尼克，谢谢春平尼克，谢谢。再谢谢第四名，谢谢摩根，谢谢摩根，谢谢。Very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, yeah。 然后谢谢第三名，谢谢豪哥，谢谢豪哥，豪哥跟摩根好像是同一名，谢谢豪哥，谢谢豪哥，谢谢谢谢。来谢谢第二名，谢谢小雨，谢谢熊猫小雨，谢谢小雨，谢谢。再是第一名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阿正，谢谢阿正，谢谢。Yeah， 先关起来，谢谢。大家第一名都笑一下，哎、欸，笑一下，不要他听不到。第一名笑一下，他在突然给我，他可能现在看这段不好笑。下次可以期待一下，反正每次我直播他应该都会在旁边，所以你们下次可以再期待一下他会有什么笑声。可是我都会去跟他讲说我要直播，所以他应该不会再乱讲话。上次是因为他创世闯进来，是因为我没有跟他讲，我忘记跟他说我在直播，所以他真的不知道我在直播。可是，在门外应该要听到我讲话，不然我还除了直播，我什么时候会这样讲话？就是对空气讲话。现在不用笑了，各位在等你提笑。他现在很收敛，但下次不要讲，不行要讲，不行不讲，不讲的后果太可怕了。好的，谢谢各位。我们下次直播是好像是礼拜二的晚上九点，我们到时候见。啊，要修，拜拜，晚安。再见，再见，去睡觉。他很懂事啊，他是我看过最懂事的17岁了，懂事一波，拜拜。辛苦了，晚安。像每次应该都会有他，不然他暑假没有要干嘛？拜拜。